大家好，我是龙飞。今天是7月16号，周六啊。那么今天呢，是把我们本周选择到的所有标的再次做一个复盘的总结。那么在复盘之前呢，已经把本周的18家标的已经全部放在本页面当中了。那我们就一只一只的来看啊。那么首先呢，本周选择到的18家标的呢，集中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集中的。那么第一只呢是泰加。泰加是我们周四选择到的一只标的，在周五呢是再次创下了一个近期的一个新高。那么这只标的在之前呢，很明显有一个四连板的连续的连板，那个四板以上是主力资金进场非常明显的一个记号，并且在这一波主升浪的上攻过程当中呢，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五日线展开的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走势。那么在周四再次涨停创近期新高的时候呢，我们依旧把它放在了我们的一个资源当中。所以每一天我们每一次看到四板以上的标的以后呢，我们都会把它加入到我们的一个自选当中啊。那么在近期呢是再次创下近期的一个新高，那么下方五日线和十日线开始逐步粘合以后，那么依旧可以以五日线和十日线作为下方的一个强力支撑位，只要不跌破十日线，那么整体的上攻势头依旧是可以延续的。那么股东总数1.2万，人均持股度17652啊，包括各方面的净利润、主营利润以及主营增长率呢都非常不错。那么这只标的呢能够在周五创下近期的一个新高，那我们就继续的去关注啊。那么再一只呢，就是合理科技了。合理科技呢，也是周五给机会上车的一只标的。那么当时呢，一共选择到几只标的呢？只有合理科技下方在买一到买十的位置是有资金去做承接的啊。所以呢，早盘开盘的时候呢，也是属于正常幅度的一个开盘。那么同样呢，也是上车了以后呢，同样也是两成的一个仓位。那么很多朋友说呢，对于这种标的感觉比较恐惧。那么原因是由于每次一定不能够把仓位提得太高。每一次最多呢，只能上两成的一个仓位。如果是啊，早盘开盘市场的情绪比较好呢，可以直接上两成；如果开盘的情绪不好呢，可以首先上一成，盘中的时候有低位再补一成，这样做了一个拉低的一个作用。那么只要这只标的能够在五日线上方去运行，基本上呢是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种上攻势头比较明显的一个标的呢，对于市场来说，他们只要市场出现调整，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呢，反而是一个利好啊。那么第三只啊，精致科技，精致科技呢，也是之前选择到下方有明显连板的一只标的，也是有主力在运作的一个标的。那么在周四的时候呢，是跌破五日线的啊，结果呢是周三的时候啊，是属于跌停，跌停下车以后，那么周四呢是继续站上了一个五日线，那么在周五呢是再次创近期的一个新高。那么同样的，这一只标的呢，也是在五日均线的一个上方，没有跌破五日线，只要在五日均线的一个上方呢，都属于强势标的，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那么主力呢，也是一直把五日线作为这一波强力的一个支撑。那么目前看，五日线和十日线呢是处于均线分离的，分离的位置也是比较远的。那么同样呢，是以五日线作为下方的一个强力支撑位啊。那么我们继续去关注，看后期有没有继续上车的一个机会啊。那么再接着往下去看呢，就是山西路桥了。山西路桥呢，之前呢是属于连板市场的一个短期连板王，1、2、3、4、5、6、7，7连板以后，在周五的时候呢是打到了一个五日线的一个位置，当时呢是属于跌停，跌停呢正好是打到五日均线啊，结果呢是跌停以后再次打开，这里呢是有资金就开始逐步去做承接了。那么在五日线守住了以后，一旦五日线和十日线发生偏离，那么第一道支撑线呢一定是以五日线作为支撑防线啊。那么在有资金去做承接以后呢，是再次形成了一个上攻的一个走势，并且创下近期的一个新高，并且站在了五日均线的一个上方。那么只要在五日均线的一个上方，包括下方的量能都是有资金去做承接的啊，那么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去关注。那么首先一定不能够强势的标的不能够跌破五日线，这个呢也是第一波主升浪上攻情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啊。那么宝信科技呢，在下方呢，同样也是有1、2、3、4四连板的一个拉升，也是说明四连板是主力开始拉升的第一道信号啊。那么之后呢，也是走出了一波上攻。那么一旦跌破了，在这里呢是连续的跌破了五日线的，结果在十日线呢重新企稳走强，并且呢是创下近期的一个新高，每天呢都给市场上车的一个机会，那么逐步的震荡上攻，震荡上攻。那么这两天整体的市场情绪呢走的也是比较差的，指数走的弱，那么对于他们这种连板的标的来说呢，反而是一种好事。那么这只标的呢，同样在五日线的上方，并且在周五呢创近期的一个新高，同样呢是可以继续去留在车上的啊。近两天的上方的多空情绪征战的位置比较高，那么说明呢，目前整体的性价比就没有这么的高了。
如果在五日均线附近，那么可以考虑有资金去做承接，可以考虑去做低吸。那么目前的一个位置已经连续的拉升了50%的一个幅度，那么这个位置性价比明显的就已经低了很多。如果能够回踩五日线不破，到时候可以再考虑重新上车啊。中通客车在周四的文章当中呢，同样也和大家说了，那么这只标的呢想创历史的新高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么周五早盘没有去上这只标的，主要是由于在集合竞价的时候呢，下方没有太大的一个承接盘，说明当日主力的上车意愿呢以及拉升意愿并不是非常强。如果主力拉升意愿比较强的话，那么基本上在开盘在买一到买十呢，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资金去做承接。那么后期逐步的拉升以后呢，也是吸引到了市场一部分的一个人气。那么这段时间呢，由于整体的市场是属于下行的，那么对于他们这种连板的标的，市场的人气龙头来说呢，反而是一种利好啊。所以在尾盘的时候呢，是再次创近期的一个新高，24.15。这只标的前期的历史新高是在24.37，突破历史新高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主要的是突破了历史新高24.34以后，未来能够走多远，那多远能出现调整。那么这只标的呢，同样在五日线和十日线形成了一定的一个调整时期，五日线和十日线一旦粘合了以后，那么是以十日线作为下方强力上攻的一个支撑防线啊。那么这只标的同样可以继续去做关注，看突破历史新高以后能不能够继续的走强。那么巨轮智能呢，同样也是啊，跌破了五日线，短期来说只要跌破了五日线，就说明在这一波上攻的过程当中，市场的情绪呢是由强转弱的。那么上攻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这一波支撑没有跌破五日线，说明主力呢一直是维持整体的市场均价在五日均线上方，一旦跌破了五日线，说明短期就开始是变为由强转弱的一个信号，那么基本上跌破五日线就不能够再继续留了，这也是对于人气标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啊。那么如果说在五日均线这里有资金去做承接，那么可以考虑去做低吸，但是一旦跌破了五日线和十日线的支撑，这里呢基本来说是要做一个震荡调整的一个走势了啊，逐步的去进行一个震荡洗盘的一个走势。那么在五日均线附近啊，三天不创近期的一个新高，也是这只标的逐步开始走弱的一个信号啊。三天这里呢，1、2、3、3天没有突破前期的4.82的近期新高，同样啊不能够再继续留在车上了。那么再接着往下看，爱玛科技也是这一波走势走得非常好的一只标的啊，基本上是做一个波段拉升，也是沿着五日线和十日线稳步的向上攀升，周四创下历史的一个新高，周五呢再次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走势。那么这只标的目前相对来说，对于这种连板的标的，它的市场人气一定是不如金质啊，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山西路桥等等的一些标的，它走的是一个非常稳健的一个路线，每一次达到十日线就会出现一波拉升，所以这只标的安全的进场点位呢，应该是在十日线附近。我们每天去研究这些历史，这些涨停创历史新高的一些标的呢，就是研究它类的一个规律，因为历史总是会重现啊。如果说它在二十日线的附近是由主力去做强力支撑的，那么说明这只标的一定是由主力机构在运作，那么它的一个良好的上车点位呢，也是跟随着这个波段前期的一个运动规律，每一次跌到十日线拉升，再跌十日线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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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升啊，经过了一个长期的横盘震荡以后呢，出现了一个拉升创历史的一个新高，所以每一次波段研究它前期的一个轨迹和规律呢，有助于后车对于上车点位以及下车点位的一个研判。目前这只标的下方非常好的一个位置呢，就是在二十日线附近啊，所以做中长线的话，一定要以二十日线作为中长线的一个上车标准。那么攀高呢，同样也是跌破了五日线啊，跌破了五日线就不能够继续留了。强势的标的前方有四连板拉升的，一旦跌破了五日线就不能够继续留了，尤其是在五日线和十日线下方的分离是比较远的情况下。那么目前呢已经达到了十日线的一个支撑位，但是呢这里呢并没有明显的资金去做承接。那么如果十日线能够站稳并且重新站到五日线的一个上方，说明还有继续走强的一个可能。三天不创近期新高，一定要作为下车的一个铁律。三天是作为短线情绪波动不大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在这一天呢也是跌破了五日线，基本上跌破了五日线是说明它短线的防线已经跌破了，那么安全起见啊，一旦跌破了五日线，同样呢是可以考虑做下车的一个准备了。那么大连重工同样也是啊，在这一天的时候呢没有收到五日均线的一个上方，同样呢一旦强势的标的跌破了五日线，基本上呢是要做一个调整的一个信号。那么这一波主升浪上攻的过程也有前期六连板的拉升，市场的人气已经营造出来了，氛围也已经营造出来了，这个时候啊，如果不跌破五日线可以考虑留，一旦跌破了五日线同样呢不能够再继续留啊。
明星电力这一波选择到的时候呢，是因为突破了前期的一个新高，但是相对市场连板的标的来说呢，它也走的是这种波段拉升的一个行情啊，并不是属于连续暴力拉升，逐步的去吸引市场人气。所以这一只标的从整体的市场情绪，即使是突破了前期的新高以后呢，对于市场来说吸引力以及热度呢也并不是很高，所以呢接连的三天没有创近期新高，同样呢也不能够继续留了。那么少能同样也是啊，当天大幅的高开超过五个点，走出一个天地板的一个走势，那么并且在五日线没有很好的一个承接力度，基本上当天开盘呢就已经跌破了五日线。那么五日线是主力防守短线情绪必须要防守的一块阵地，那么一旦跌破了，说明这只标的已经不能够再继续去上车了啊！尤其是这种大阴线对于整体的标的杀伤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瑞康同样也是啊，四一二三四五五连板的拉升，结果当天出现跌停，跌停以后五日线没有任何的一个资金去做承接，同样跌破了五日线，同样在周五的时候呢再次跌破了十日线。如果在五日线、十日线都没有支撑的话呢，可能会继续往二十日线去走。那么这个时候拉升过以后，这个时候整体的市场承接力度已经不强了，那么市场的主力情绪呢也会不会在里面有过多的一个停留啊？那么同样海德啊，海德也是当时呢也是在周四的时候创近期的一个新高，结果在周五呢也是由于下方没有过多的一个资金承接啊，那么主力呢再次选择了一个洗盘的一个动作。那么这只标的相对来说洗到二十日线那个位置，这个时候相对来说反而是比较安全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只标的在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一个月的时间洗盘以后，当天拉升涨停，第二天直接拉升跌停，那么在这一个月时间里面是没有任何的一个获利空间的。即使当天出现涨停以后，那么对于这只标的来说，一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的一个起伏，二十日线是主力必须要守护的一个位置，到目前跌停了以后反而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位置啊。尤其是这只标的经过了长期的一个洗盘以后呢，没有创连续的进行突破，那么主力没有利润，那么即使是往下打压，二十日线也是作为必须要防守的一个阵地啊，所以打到二十日线位置相对来说呢反而是比较安全的一个上车低吸的点位啊。那么再接着去往下看湖南发展啊，也是这个基建整体走的比较好的，结果也是跌停以后五日线没有防守，那么再往下跌基本上热度呢就已经全部打散了啊。那么这种标的呢是不建议大家去考虑去上车的啊，也不建议大家去低吸，尽可能的是选择市场的主力人气龙头，那么在五日线或者是在十日线的附近去考虑低吸。那么五日线低吸的位置呢一定是要比十日线低吸的位置要强的啊。那么长虹益华啊，长虹华益同样也是四板以上，然后跌停，连续的两个跌停，市场的市场情绪呢也是属于一个退潮期，导致了这种上攻的标的呢也是再次出现了一个打压。那么在龙头里面呢也是分真龙和假龙的啊，真龙呢在市场关注度较高的情况下，整体的资金愿意往真龙里面去集中，那么假龙呢就是属于这种没有这种板块情绪，没有政策面支持的一个情绪，短期由于受到了短期这种半年报大幅预增的这种利好，导致了短期拉升，但是它的可持续性一定没有这种市场的政策面人气龙头要强啊。那么这种人气龙头呢就属于假的人气龙头。那么同样也是跌破了五日线，不考虑作为上车标的。那么长城电工啊，长城电工也是连续的四连板拉升，像这种四板拉升呢一定是有主力的，大家在这里可以注意一下啊，有四板拉升呢一定是有主力介入的，但是连续的出现调整，这里是主力洗盘的一个信号，如果打到二十日线附近，那么可以考虑去做适当的一个低吸，因为这种连续的拉升一定是有资金在做承接。那么下方五日线没有去做到一个强力的支撑，十日线如果再没有做到强力支撑，那么在二十日线一定是作为主力一定会防守的一个信号啊。那么长城电工大家可以去做一个关注，在二十日线附近可以适当的去考虑低吸，但是如果二十日线一旦跌破了一定要选择下车啊。那么同样每一次去上车呢也是只能去上两成的一个仓位啊。那么赣能啊，这只标的呢也是市场连板的龙头，结果呢被关了小黑屋，目前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那么市场的人气龙头被关了，也是市场的政策面发布的一个信号啊。那么目前这只标的被关了以后呢，同样也要等它复盘以后，看能不能够继续再走出强势上攻的一个上攻形态。那么本周选择到的十八家标的呢是已经全部给大家复盘总结完了，那么周五的时候呢同样也是选择到了十一家标的，那么这十一家标的我们在周日的文章当中呢会再次做一个复盘的总结啊。那么哪只标的能上哪只标的不能上，我们先做到心里有一个了解，再看第二天的时候通过集合竞价买一到买十的位置，哪一只标的在下方有大的一个资金承接盘，
那么像看这种标的啊，那么基本上在买一是有800多万，那么买二到买十整体的呢，整体只有这个0.4万、0.8万、2.7万的，一定都是散户的手术。那么如果主力机构进场，在这里的这种资金买盘呢，一定不会像这种啊，像这种呢就是属于没有市场主力上攻拉升意愿的啊，所以呢我们尽量选择一些下方有做资金承接的，比如说像这种大丁重工啊，下方的买一呢有一点有一个亿啊，或者是有几百万甚至是几千万的这种啊资金去做承接的，那么可能才是我们需要选择上攻的上车的一个标的啊，包括等等的一些标的啊，啊一定下方要有资金去做承接，那么才是我们去选择上车的标的。那么在有时间的情况下呢，会再次出一期关于极客竞价的一个讲解视频。那么今天的一个涨停板本周复盘呢，就和大家说到这里啊，谢谢大家。